八号。现在9-14，四川队落后5分。郭迪，郭迪宁给到李洪汉，再做一个手里手，找到跑位之后，这下通过掩护，韩硕对上孙明辉，抹进来，在左手上篮漂亮，好球。韩硕这下还有一个瞬间的反抢，但可惜没有抢到。这边孙明辉已经落到了对方的半场左侧，给到沈德超跳起的传球，沈德超再回到 CJ， 那边换一下。给到孙海清，在弧顶的给球掩护之后，孙子超的三分强势，这下没有续上刚才自己在底角三分的手感，14-11，追梦领先三分。韩硕再给到朱宗伟，朱宗伟这下过掉少杰，给到内线漂亮，哎呦！苏若愚篮下强势终结，打进两分，还有加罚机会，这给到追梦队迎面一击。今天还有一次加罚的机会，球分享出去。但是我自己一根筋就上了。对，苏若愚打进两分，并且还有一次加罚的机会。上，追梦队请求换人。Don't reach on defense， 防守的不要抢断。Line， no， they can't shoot。曹鹏被替换上场，加油果子。曹鹏上场，看一下。主要还是防外线，主要别给那个一号的三分球。一射完，苏若愚，身高205公分，体重90公斤。坐镇四川内线，罚中，哦，打平了 ，face two， 现在两边打平，14-14，追梦队再次换人，曹芳替换上场，孙明辉换下，坐高点，等一下，刘了，CJ， 给到米兰，现在在追梦队的场上换了一道阵容，回来，四秒进攻时间，曹芳再给到 CJ 在左侧之后找底角的队友沈德超，这一下运球失误了。我是大电梁，换小猪，小猪，双方换人，不行，白鲸体格子不行，太弱，这么换打不了，这么换一会儿就输了。张电梁替换朱宗伟上场，张电梁也是灌篮第三季的球员，今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四川队，给你吧，一名优秀的内线球员。内线魔兽张电梁这下持球给到掩护李洪汉，在左侧三分机会漂亮。好，通过一节的适应和试探，四川队手感已经打开了。李洪汉三分命中，14-17，现在四川队反超追梦队三分。Hey, face way。四川队把场上节奏找到，这边追梦队在组织进攻，进攻号曹芳。我来玩手，看看通过观察，看到左侧 CJ 在找底角来自白金的三分，这下米兰进攻篮板漂亮。他真的是二次进攻和篮板球是完全的，无人能敌。小郭，哪里呢？米兰对于场上尤其是对方内线进攻篮板的把握，一直以来灌篮走到这一场比赛到这一场，我们是有目共睹的。现在16-17，全部队落后一分。接下来篮下的强打，白金犯规，两次罚球。好球！现在这个阵容，他们前头一打一的话，就没法防了。两次，27号郭金林，利用自己的经验还有场上的体重，在篮下坐打白金，拿到两次的罚球。好的，郭哥。郭金林身高198公分，体重95公斤。哦。大了，第二罚中。Face one。现在比分16-19，追梦队落后着三分。CJ 迅速往前推进，背后运球。这下吸引防守，给到曹芳，从两人当中穿过。三秒了。吃的猪。再找队友，这个出球是白金拿到。白金做一个接停之后，这次的两分。哦 ，CJ 高高跃起，但是进攻的二次没有补中。这边四川队迅速的。反击，又是郭金林，篮下两人跳起防守，把这球放下之后，来到追梦队的机会，来到白金，给到孙海星 ，foul， 这一次追梦队在反击当中拿到罚球机会。四川怎么这么爱守联防啊？32号孙海星，两次，第一罚命中，17-19。真的，还三次。顶篮板，顶篮板。
第二发中。Come on, CJ, put pressure on the ball. 18-19，追梦队在第一节还剩40秒时落后一分。联防，联防，联防，联防吗？韩硕，给到郭金林。先犯规，宋凯清防守犯规。而这次犯规再次送对方上罚球线。好的，苏若愚第一罚命中，小点劲儿，大周。一次，四川队20-18领先2分。两罚中。First one, first one。21-18。First one。来看看追梦队在第一节的，也许是他们的最后一攻。CJ 给到曹芳，曹芳接球直接拔，接球短了，篮板球，四川队收下。等等，不着急，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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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枪，掩护上线，走走放，走放。看一下时间，这也是四川队在第一节最后一攻，看看他们要怎么打。这一下苏若愚在三分线外，手里手给到韩硕，韩硕一个急停的中距离，哦吼，苏若愚想要跟进补扣，没有命中。这一下篮板 CJ 拿到，但是没有时间了。输了吗？好，第一节比赛结束，21-18，四川队领先3分，结束第一节。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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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没有差很多。我觉得马教练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就像我刚才说，他可能希望就是每一个球员都在最后一场比赛，外战当中去展现自己，给大家这样一个机会。你再看，来，你换海星。你看海星 ，CJ you here? CJ CJ 在右边。Milan you here? 米兰在低位。Bajing, so you gonna hit? Bajing 先给 CJ。You gonna go set the pick? 给 CJ 做掩护。Right, then Bajing, you gonna pick this guy right here, get Tofa for the shot. Next one is corner. CJ, you got the basketball. CJ 拿球。Tofa, Tofa, you here? 星瑞在中间。Milan you here? 米兰低位，米兰低位。Okay, you gonna come set the pick? 星瑞先来掩护。Coming off. 过来。You pop.拉开 ，swing the bat. If you can't get inside, swing the basketball. Okay, set this pick right here on the baseline. 掩护白鲸溜底线过来。Okay, right after that, flash. 然后 you may have Milan or you may have corner. 这边曹芳，你看，要不然给白鲸，要不然给高位，好不好？走联防的时候，一定要把外线看好了。他没有打挡拆的时候，不用侧过来，正常防就可以了。正常防的内线攻进去还是扫协防，大员自己防就可以了。再一个，哎。你俩那块儿哪个矮的防谁，谁进去打去，明白吗？好啊，四川来 ，one two three，together。好，准备开始第二节比赛。第一节比赛跌宕起伏，追梦队先是大幅度领先，后来四川队又顽强的反超，最终以3分领先结束了第一节。第二节比赛，追梦队上场的球员是曹芳、白鲸、CJ、吴新瑞，还有米兰。CJ 的突破，这下漂亮！